窗前霓虹灯闪在凌晨三点，反复堆叠的旧照片日夜积成灰，相遇的季节微风拂过侧脸好贴切，人潮汹涌你看不见，霓虹的亮起人群中却找不到你，我却能感应你逃避，在无人的街区霓虹灯孤单的伫立，像我再次遇见的你，山区却抓不住你的距离，有些人其实早忘记，零零碎的记忆像霓虹灯总会褪去，我们还能否再继续，酒店都找遍了，他们能去哪儿呢？不知道啊，再找找。二九零八，二九幺幺，二九幺六。电梯那个服务员，别后来被酒店的保安发现了，把我们放了出来。还好有尚武黎陪着你，不然，他。还好有收获，发现了毛巾日用的数额单据和酒店阿姨的打卡记录。好香啊。这么点走。走啊，安宇。昨晚没睡好，脸色不太好。有吗？我知道试用期呢，压力是很大的，但是别太拼了，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，你随时可以找我。谢谢总监。哎，安宇，你下班之后干嘛？我请你吃个饭。吃饭？聊聊工作，顺便叙叙旧。江总监，我真的不记得以前在哪儿见过你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安宇，